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应海荣。古人喜爱的水果有很多，比如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西凉葡萄，还有令苏东坡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闽广荔枝，都是非常有名的珍果。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水果呢，在古人心里啊，与这闽广荔枝有着同样的地位，那就是吴越杨梅。到底这杨梅的滋味有多好呢？今天呢，我们会通过宋代词人陈顺翁的词作来了解一下这酸甜可口的夏日鲜果。南柯子，宋，陈顺翁。得祖家珍熟，钱塘五月中。碧梧桐盖翠云笼，清向水晶盘内豆长空。酱素成团小，清甜笑蜜浓。微酸有解惨人容，最是欲仙拈处染青红。刚才为大家朗读的是宋代词人陈顺翁的《南柯子》，他在词中对杨梅的产地、形状、颜色、味道都进行了细腻的描绘。在上片他写道，农历五月正是钱塘一带杨梅成熟的时候。词里的得祖指的是汉末文学家杨修，就是三国时期曹操阵营里那位恃才傲物的杨主簿，他的字是得祖，而杨梅呢正好也姓杨，于是啊，文人们就把它附会成了杨家家传的珍品。碧绿的梧桐叶衬在竹篮底部，红紫色的杨梅盛放其中，绿叶红果分外可爱。人们把杨梅倒入晶莹剔透的水晶盘里，转眼就吃了个精光。在词的下片，词人生动传神地描写了人们吃杨梅时候的状态。杨梅的果实是球形的，表面呢生长着一簇簇深红色的果肉，味道清甜而微酸。人们尝到甜味时就像吃了蜜糖，而尝到酸味时呢就微微皱起了眉头，拿过杨梅的纤纤玉指也染上了淡淡的红色。词中那酸甜爽口的杨梅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最古老的水果之一。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杨梅能生津止渴，和五脏，涤肠胃，难怪它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而说到爱杨梅成痴的人，就不能不提清代戏曲家李渔了。他曾经公开宣称南方珍果首级杨梅。那要问李渔到底有多喜欢杨梅，这么说吧，如果让他见着杨梅，那一定是非吃不可，每回吃上一斤两斤的根本不在话下，有时候啊还要爬到杨梅树上去边摘边吃。据说呢，有一次李渔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当时正值杨梅成熟的季节，他就问妻子，现在杨梅上市了吗？但是妻子啊，从大夫那里听说杨梅会加重李渔的病情，于是就骗他说还得再等些日子。可不巧的是，李渔的家正好临街，卖杨梅的吆喝声啊此起彼伏，被李渔听得一清二楚，他便硬要让妻子去买了杨梅回来。一见杨梅，李渔精神一振，大快朵颐之后觉得五脏六腑都舒畅了。几天之后啊，大病竟然也不治而愈。于是他就得出个结论，本性酷好之物可以当药，还把杨梅写进了自己的书里，可见他对杨梅爱得深切。
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绿阴翳翳连山势，丹石累累照鹿鱼。在杨梅成熟的季节，火红的杨梅和满树绿叶相映成趣。清代画家蒋廷锡曾经创作过一幅《杨梅恋雀》，在画中呢，描绘了林中杨梅成熟时的秀美景象，让我们由近及远的来仔细欣赏一下。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丛茂盛的花草，剪春萝长得比较矮，淡粉色的花朵夹杂在萱草茂盛的叶片中，朝着不同的方向生长。两株萱草也花式正好，姿态婀娜，画家用工致的笔法生动再现了娇花吐蕊、叶片交错的景象，使画面真实可感。那顺着萱草的叶片向左看，是泛着青绿色的山石，透露着夏日的生机。在不远处的山间，画家还以留白的方式啊，画出了一股清澈的流水，使得画面有静有动，充满趣味。画面的中上部斜伸出杨梅树的一枝，叶片繁茂，果实累累，深红色的杨梅啊，一簇簇挂在枝上，和碧绿的叶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的杨梅已经熟了，红得发紫，而有的呢，还泛着淡淡的青色。树枝上还落着两只兽带鸟，身上的羽毛洁白如雪，头颈处却是蓝黑色。画面上方的雄鸟还有两条长长的尾羽，形状就好像兽带一样，优雅悦目。它们一上一下立在枝头，雌鸟昂首，雄鸟低头，相互对望，讨喜可爱。全画设色淡雅，笔法工致严谨，不愧是画家蒋廷锡的手笔。蒋廷锡的花鸟画既有宫廷花鸟画的工致，又有文人画的意趣，可谓灵秀之至。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移一颗值千金。到了夏天，那满树成熟的杨梅红艳如火，饱满的果实让人垂涎欲滴，甜的沁人心脾，酸的令人倒牙，人们也在酸甜之间消解了难耐的酷暑。